欢迎收看最有感觉，我是可静。我们现在在阳朔新平小镇，来到了这个漓江，沿着漓江边走走逛一逛，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。太美了，这就是20块。漓江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想要吃鱼吗？那么高傲，他不吃。呀，去打鱼去了，再见。我打的鱼啊，都被这两只鸟给吃了。啊哈！嘿，调皮，给你。然后就是刚才一进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个师傅就把那个帽子扣在我头上，然后就把那个担子就搭在我身上。啊，那两个东西好重啊！然后带着他们走几步的时候呢，他们真的是特别皮。Oh no！ 它那么尖。刚才没飞。哦。哎，可以咬，好温柔。碰我。来来来，给你。这个呢，你这要是要想要拍照的话，5块钱一次。对，我第一次见肉，不过呢也是要看运气吧，因为这种因为没有什么营业的执照什么的嘛，他可以随便乱喊价。一开始还喊10元，然后我们说能不能便宜点，然后就15块钱。对，真的就直接特别热情，是扣在你的，就有点像强制性的感觉。不过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就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种方面的，因为毕竟是景区嘛，大部分的还是需要费用的。